这首歌也是探狗的舞步哈。也那个我们前面姐姐呢，也帮我录给阿嬷一下哦。这首歌探狗的舞曲，上海归来的利路哈，就刚好呢配合我们舞蹈老师会跳那个探狗哈。然后这首歌我要献给阿嬷的，我今天答应阿嬷呢要录给她哦。所以呢，因为阿嬷现在比较不便哈，不然常常呢，她每个礼拜六哦，从来不缺席。哦，从来不缺席。然后从我一开始没有什么人的时候，阿嬷就在听了。啊，那最近呢，因为呢疫情的关系啦，哦，所以呢比较少再出来。那个儿子女儿呢都不让他出来了。哦，所以呢他每天都想念着我，都只能拿平板呢来听我的演奏。那我分享一首歌给他好吗？啊，我得录给我的这个最心爱的阿嬷哈，准备好了哈，前面这个位置最刚好。然后我刚好也有直播哈，就来为这个我的阿嬷呢。来演奏这首《上海归来的利路》，谢谢。
原本要说阿嬷要上好礼哈，这首歌就送给我自己的阿嬷了哈。赶紧不要再录一下，你再帮我录一下，我跟他讲话，哎，我跟他讲话一下好不好？我用台语哦，开玩笑。阿嬷你好，我是阿丽啊，我头拄啊演奏你上爱的迄个《上海凯莉》，啊，希望你哎，我听讲你无咧食饭啦，哦，你爱食饭，啊，较早困的啊。啊，每一天都听这首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再有再有娜娜哈，好，我再录一下给我阿嬷哈，她不方便出来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换另外一首歌了、哦、那我最后一首歌我就用唱的，这首歌完我就来唱一首歌，就做 ending 好不好？哦、因为我也演奏两天了哈、哦，有一点累了哈、哦。最后的两首歌，然后最后一首歌呢，我就用唱的。那这首歌呢，我先来为大家。介绍一下他的曲名哦，哈、哦，曲名叫做《海上花》哦，这个已经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哈，哦《海上花》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呢要来为大家演唱的歌曲呢是张宇老师的歌曲哈、哦，张宇老师的歌曲，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分享哈、哦，这个、哦、好，我们先掌声鼓励大家这首《海上花》哦，大家听听看。